电脑、WiFi、零食、汽水齐啦。细细粒，你做紧咩啊？我准备紧 work from home 要用嘅嘢啊。啱啦，你身为网络安全专家，帮我检查下我部电脑嘅网络安全设定啊。咦，鬼家伙，点解我个电脑画面咁奇怪嘅？个猫踩到自己飞嚟飞去嘅，好似中晒毒，点算啊？发生咩事啊？一定是你之前用公司电脑上网买嘢嗰阵，不小心揿咗啲恶意网站啦。你公司啲资料有可能被人偷晒噶啦。哥哥，而家 work from home 梗系用查斯啦。Checkpoint 查斯集合11种云端保安服务，功能好全面噶。例如大家最熟悉嘅 Next Generation Firewall、Email Security、DNS Security、Advanced Threat Prevention 等等。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，除了一般侦测病毒的程式，还运用 AI 直接阻截钓鱼攻击和恶意软件，预防商业电邮诈骗，防止公司机密外泄。是啊，现在 work from home 越来越普遍，不少人都需要透过云端在不同软件平台处理公司机密资料。 Harmony Connect 就啱晒佢哋，无论何时何地存取互联网、 SaaS、 IaaS、 数据中心和公司网络，Harmony Connect 都可以统一保安设定，提供更安全优质的云端使用体验。原来 Harmony Connect 对云端安全咁重要噶，等我快啲劝上司同朋友一起用先。你哋用咗未啊？